一传半到位，调给了接应。倪非凡把球防起来，给到张常宁。张常宁打一个大斜线，球被防起，给一个后三。龚湘玉好防守，刁琳宇好防守。给到张畅宁，一个翻网球，二次直接调过来，保护起来，给一个后攻，许若亚。一传直接过网，河北队的机会。罗子凡在四号位的进攻被江苏队直接拦下。一传到位，翻给二号位的龚湘宇，拐一个小斜线，把球打中。龚湘宇的这个球扣得漂亮啊！刁琳宇是利用往常翻一个二号位，龚湘宇也跟得特别快，小斜线把球打中。龚湘宇的发球，发一个前驱，好的，破掉对方一传，过渡一下。徐若亚的一个过渡二次，好的，把球防起来。龚湘宇一个后攻轻拍，还是由龚湘宇发球，非常稳定啊，还是发球性能非常好，一个背飞给许若亚，一个直线把球打中，拦网没有特别及时。但是没有一传就没有进攻，给龚湘宇翻了个二号位，这个球传得很矮很低，龚湘宇赶得非常快，这个球打得也非常快啊。给一个快攻，江苏的机会，调给龚湘宇，龚湘宇一个轻拍，拍到了空当。江苏队持续拿分。一传到位，还是被拦啊。龚湘宇的发球，直接发球得分，还是一传的问题，发在了前排下撤接一传的主攻。现在河北队的气势也是非常低迷啊，希望他们能够迅速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。还是一传的问题，江苏队的机会，球防起来，给到左子凡，还是被拦，还是飞一传。一传不错，打一个背快。江苏队是换下了主力接应龚湘宇，一传到位，传得有点短，这颗球倪非凡投给龚湘宇，一个探头，好的，王晨月这个探头抓得非常不错。一传到位，给一个二后二，徐梦瑶被防起来，一个后攻，吴涵的后攻。好的，暂停结束，我们回到场上继续来看一下这场比赛。现在比分是18-9，江苏队领先9分。江苏队再次换下了他们的主力接应龚湘宇，换上许璐瑶，也是想要在比赛中锻炼一下年轻选手。